后来，这个郭台铭结束着新竹的行程，随着赶起来台北，到立法院送月饼给王金平。啊，王金平是准备最近真红的中华保险顺德宫的冠军帽啊，回送给郭台铭，是不是表示要做回来拼总统的冠军呢？王金平讲，郭台铭冠军就好。啊，两个人佫讲着目前社会情势，但是到底三个人要结盟无？啊，是不是会参选到底？王金平也是无明确来表态。我们大家这个初衷就是捍卫中华民国。三公款的月饼咧，阿爸郭台铭对新竹赶回来台北拜访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。没有尝试。王金平嘛，回来庇护工厂的咧，阿爸也佮准备一份新皮小礼物。院长要跟郭董一起拼冠军吗？没有，他当冠军就是。跟国旗帽比起来。对，国旗帽要这个不，国旗帽是根本，啊，这个是目标。马上第一顶红遍全球的中华保险顺德宫冠军帽，郭台铭笑容满面来到立法院，那是送礼这么简单，两个人坐落来讲国家大事。这个选举是做严肃的代志，大家爱为国家谋啊，爱为人民想啊。不是院长只会瞧事，他如果不了解事情的道理，他是没有办法瞧事情。两个人讲啊真欢喜，郭台铭嘛有做笔记，只是郭瓜王三个人无做伙到新竹的先锋庙参拜，嘛有人好奇是不是合作？什么是你们讲的呢？我们自己没有讲，自然的在发展嘛，自然的怎么？也没有刻意怎么样。参选的议题，王金平也是无明确表态，无论如何都是要甲话讲死。不过是不是中秋期议咧，持续引发关注。